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astat 的 Queenie。 大家手头上可能有各种类型的客户数据，例如 CRM、POS、e-commerce 等。数据很多，但依然不容易去掌握每一个客户的需求，推广成效又不如预期。以下来介绍的 Customer Data Platform Solution 应该帮到你。透过 Dynamic Customer Insight 去收集不同类型的客户数据，配合其他 Azure Data 和 AI 的 Service， 可以帮你构建一个完整的 Customer Data Platform 去分析客户的需求，增强客户的体验。首先经过 Mapping、Matching 和 Merge 三部曲去整合各种客户数据，甚至可以加上交易和客户的行为资料去增强分析的深度。整个过程除了自己定义配对规则之外，也可以配合 Azure AI 去分析每条客户记录，以达至最理想的 Single Customer View 效果。整合好的数据之后，它就会自动生成一张 Customer Card， 你可以在入面看到每个客的详细资料，从单一时间点扩展到整个客户旅程，也可以加上其他分析去丰富它的内容。執好咗嘅目標顧客資料，仲可以整合去唔同嘅工具，例如係 Facebook Ad Manager 或者係 Microsoft Azure 去做進一步嘅分析。Azure Machine Learning 亦同 Customer Insight 完美結合，你可以直接喺入面寫 Machine Learning Model 去預測客户嘅反應、喜好、購買力，再配合 Segmentation 嘅功能，將客户分類，為他們提供最合適的產品和服務，給最貼心的市場推廣，為你的客户提供最佳的體驗。整個方案有很高的擴展性，可以連接去不同的 Azure Service， 例如是 Dynamics 365、 Synapse Analytics、 Power Platform 等等。大家可以將整合好的數據連接下去 Synapse Analytics， 再加上其他的資料做更詳細的分析，再利用 Power BI 去構建不同的 Dashboard 和 Report， 去增強決策和業務規劃的深度和闊度，亦可以為前線的同事去設計 Power App， 讓他們有更快速地搜尋到客戶資料。而 Power Automate 就可以發出電郵和短信通知，當客戶有突發事情就可以通知相關的部門。總括而言， Eastat 可以為大家設計一套最合適的 Customer Data Platform Solution， 讓大家有最全面的客戶分析，增強客戶體驗。如果你都對這個方案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們。拜拜。